先这样弄一个洞，哦、那个我是吸吗？就弄一个小洞啊、哦，然后你把这个倒进去，醋一定要加姜，对对没错。然后你看到这个小洞了吗？你就要把这个那个，因为那个醋要进去那个小笼包哦。如果不进去的话，那这外面就没有那味道，对吗？哦、所以我用那个就利用这个洞，把它弄、啊、灌进去，这是我自己的方法，你不应该这样做。然后所以现在那个里面的肉跟醋充分的 mix， 对。然后你现在吃的话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走了，哎呦，你干嘛走啊？太好吃了。